红玫瑰遇到蒲公英，仙人掌爱上了满天星，花枝招展的爱情藏在花园里，要小心保持神秘。我的心已被你锁定，花丛间你在匍匐前进，究竟那什么轨迹，居然邀请我跳第一支舞？恰恰越跳越靠近，恰恰越跳越着急，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倒在你怀里？哦哦，恰恰是不是爱你？恰恰算不算爱情？快一拍，慢一拍，深呼吸，你的吻太可惜。哦哦，不相信谁相信谁相信？谁不能轻易爱上你？我和你的个你两颗心，玩明白的游戏，我要先选你。好天气，坏天气，坏天气，花园里萤火虫搞不定。你的爱就像下大雨，击中我一天你攻击。Yo yo yo， 红颜。我的天的脸但是会因为想出现你的手别两个结合在一起说这是爱情送给你恰恰越跳越靠近恰恰越跳越着急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倒在你怀里哦哦恰恰是不是爱你恰恰算不算爱情快一拍慢一拍深呼吸你的吻太可惜哦哦不相信谁相信别相信绝不能轻易爱上你我和你你对你两颗心玩明白的游戏好天气坏天气坏天气。丽琴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医生正在急救，我好害怕。李青的病随时都有可能会恶化，每次我一接到他的电话，我都好怕我再见不到他。哎呀，不会啊，你先不要哭嘛。组长。你让我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无法入睡耶！啊，告诉我该怎么办嘛！哈，小姐，我相信你说的话，可是我已经结婚了。结婚？啊，我结婚好啊，双方都没有负担，就让我们享受没有压力的交往啊。好，那我们约个时间吧。啊，时间到了。什么？什么时间到了？是啊，我是想说哈，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太久啊。不过最后，我送你一句话哦，你真是只一毛不拔、既抠又色的铁公鸡。拜。喂。恐怖有些深沉哦。谢谢你们的帮忙喽。什么啊？我们是帮立文，又不帮你。嗯。太好，立文就可以拿全勤奖金。等一下，我请你们喝饮料。啊，快点回来啊！好恶心哦！这边不是有一个智能吗？对啊。你有这么一颗黑豆？没有，是鼻屎。怎么样？邓丽琴的家属，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等一下就可以送到普通病房了。目前已经没事了，不过也让他好好的休息，暂时不要打扰他，对他比较好。谢谢医生。谢谢。耶！丽文，丽琴情况怎么样？医生说已经没事了，现在只需要好好的休息。好了，你们也累了。
哎，你怎么从昨晚做到现在？丽文昨天临时有事，所以我帮他把东西做完了。黄辉，那么勤奋工作，一大早这么努力，不错。组长不是啦，我是昨天的部分还没做完。什么？动作这么慢呐、啊？丽文呢、啊？他不是跟你同一组吗？丽文他昨天做完他的部分以后才走的。你看看，昨天给你们同样的工作量啊，丽文这么瘦小就做完了，你这么高这么壮。还没做完，你好好检讨一下，赶快，赶快努力，认真工作。丽文，丽琴还好吧？嗯，她没事了。还有精神去吃早餐吗？嗯，等我一下。嗯，我帮你。怎样，好吃吗？嗯，很好吃。我跟你讲哦，这间店很有名。以前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啊，每天一定要买来吃。你那么累，待会还要去卖咖啡啊？你应该先回家睡一下吧。不用了啦，等过了睡觉的时间就不会那么累了。为了小敏的100万，一定要努力。是哦，原来小敏开的条件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哦。以前我一直觉得男人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遇见你之后，我觉得小敏好幸福哦，能有一个像你那么帅又全心全意对她的男生。如果你是我的，如果你是我男朋友就好了。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距对不起，睡着了。哦，你吃啊，很好吃的哦。我先把丽文的制服拿上去哦。好。时间真是赶早，这想睡又只能睡一下，不睡又太累。我需要一个面试哎，拍戏啊？不是啊，好像什么综艺节目的，窗帘事情没有说清楚。嗯，你们看，你们看，我在丽文房间发现他的身份证，糟糕了啦！哎呦！还蛮糟糕的，照片跟本人一点都不像。不是啦，你要注意他出生年月日啊。嗯，快点。我一直以为丽文是那个巨蟹座，哎，没想到他射手座。拜托，今天是他的生日，哎。哎，对。可是这有什么好糟糕的？我们都没有准备礼物哎。怎么办？制作人，我真的向你郑重的推荐我们安安。说真的，他是我这几年来看过最好的，你一定要慎重的考虑一下啊。制作人，我跟你说，你这个带你找安安就对了，他在镜头前他是活灵活现，自然大方，动静皆宜。你要他耍狠，他比刘文聪还狠。你要他装可怜，他比阿信还可怜。
看照片蛮美的。嗯，那我们就决定用它好了。制作人，谢谢你，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坐坐。子明，快来。对不起，我迟到了。是我们找到了。我们已经决定就由你来演出了。谢谢。真的吗？真的。谢谢。那我来解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周日八点一个全新形态的综艺节目，我们找你担任的是拍摄外景短剧的部分。哎，因为现在啊进度有点赶的关系，所以我们晚上先拍一些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今天晚上。嗯。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情。啊？这怎么回事啊，张宝胜？啊，没事没事，我跟他沟通一下。哎，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把他推掉了？抱歉，如果你今晚上真的一定要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好意思，我先走。哎，哎，哎，张宝胜。你现在这是什么艺人啊？啊，我做节目做那么久了，还没人敢这样耍我的，你以后不要跟我联络。不好意思啊，制作，不好意思，我去处理一下，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安，安，安，你怎么这样就走了？真好笑，你怎么可以帮我今天就要拍的通告？我等一下真的有事。好。就算你真的有事，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关着房门慢慢说。你当着制作人面前拒绝，我也在现场，这样让我觉得很没面子。哎，面子？你什么时候也知道人要顾面子？你不装作阿谀奉承、风云拍马的事吗？什么时候你懂得做人要顾面子？啊，礼拜天的综艺节目是黄金时段，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求了半天才求来的，就因为很赶。你是新人，人家愿意付六千块。六千块又怎么样？你有看到这部了吗？笑柄手，他十六万都不止，一共还差不多六千块。等一下，是是，不管谁得罪了我的恩恩，都该处死。那当然哦。我想要喝红豆汤，那边有家红豆汤不错哎，我去喝好不好？好啊。常吃哦。常吃啊。常吃小米啊，还有我去他们吃。站着会比较舒服，怎么会突然间肚子痛呢？我不知道啊，可能是那碗红豆汤喝得不太干净吧。是这边还是这边呢？不是胃疼，没关系，我吃东西就好了。现在有没有好一点？我带你去看医生好了。没关系，好多了。小兵。送回去，我晚点还有事情。甚至不用看医生。不用了，送回去好了。好好。
做人本来应该就开心一点啊，像你要照顾妹妹又要赚钱，已经很累了，如果再不开心一点那不是很痛苦，你应该学着让自己开心一点。没什么，应该是习惯性的头痛。头痛？妈，那我来帮你按摩啊！来来来来，保证你一定会好。你行不行啊？来来，你真的可以啊？哎呦，当然可以呀、啊！哦，妈，你不知道，在家里呀、啊，丽文要是头痛的话，都是请我帮他按呢。而且他每天都是好舒服，好舒服。你帮丽文按，他是不是还常常喝酒啊？没有啦，他只是偏头痛而已。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我这人怎么搞的？老板娘，我们的尾鱼罐头已经没了，明天。要不要再进来？是不是感冒了？应该没事。他们没有办法过生日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了，你不能再麻烦人家了。况且身份证上的生日也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日啊，是孤儿院捡到我们的。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呢。来，帮姐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Happy birthday to you.干嘛哭？生日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啊！哎，丽文，快点许愿。首先，我希望丽静的病能够赶快好起来。谢谢姐姐。哎，那第二个呢？我现在只有这一个愿望哎。哎呦，随便许一个都好嘛，对不对？丽文，你赶快许完了就可以吃蛋糕了。那就世界和平好了。哎呦，你们怎么这么愿望啊？这样欢乐的时刻，我的心里却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感觉。年轻的女生不是应该都有很多希望的吗？但是丽文好像真的只有这个愿望。或许丽琴是让丽文勇敢走下去的唯一理由，当然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谢谢。是不是很不舒服啊？嗯，应该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哎，我去帮你买药。不用了，我这里有药，我吃一吃，睡个觉就没事。不行啊，你这样吃的话会伤胃，我帮你煮个汤。不用麻烦了。不会很麻烦的，你先回房间休息一下，马上就好啊。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冰枕，一会儿呢就把它垫在那个枕头上面。谢谢你，丁先。其实该谢谢的是我，要不是你的话，我现在应该又回到阿珍那里去了。你不后悔吗？如果你回去他那边，你可以呼风唤雨的，在这儿你只是一个厨师。其实，这种平平静静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你4:30的时候还要再吃一次药，所以到时候我会拿稀饭上来。不用麻烦了啦，这样子你怎么睡啊？不会的，没关系，你先休息啊。快点，快点，陈恩，你快点！吹什么吹啊你？是你在大便车上班的。哎呦，你欠你说让他大便车担心干净一点啊！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走啦！走走走！哎呀！后面怎么那么多记者跟摄影机啊？啊！陈恩，昨天我们去 KTV 帮丽文庆生完，你没有去裸奔吧？我裸奔？你还猥亵小男孩你？那。丽文文静，昨天你们在 KTV 偷拿人自己家那个卫生纸，被抓到了哈！哎呀，昨天是你要拿，我叫你不要拿的。对啊，傲慢！难道是电视台终于发现了全台湾第一的美少女就藏身在这屋子里面？谁啊？有啊！哎呦，怎么可能啊？那会是因为什么？是奇怪，怎么先打电话来了？喂，赵博士干嘛？哈？没有。好了，我知道了。你现在不要啰嗦行不行啊？下一单的记者在我家门口。好，再见了。怎样呢？记者是来找我的啦。为什么？因为我跟肖斌在宾馆门口被拍到，应该周刊封面了。啊！怎么讲啊？那现在怎么办啊？可是大家都还是要上班啊。对呀、啊，我会迟到哎。走了。陈小姐，听说你已经怀孕了，这件事是真的吗？小姐，听说你以前的整天小姐，你有做什么回应？什么啊你们？哎，你们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不要这样！我杀了你们小姐！你们怎么这样？你们就是不会背叛你们的祖宗！你杀了你们小姐，我杀你们怎样？你们给我站住！老板娘，有没有好一点？我已经好多了，谢谢你啊！混这东西，写什么东西呀、啊？莫名其妙，怎么啦？昨天上了八卦杂志封面呢、啊，我就一大堆记者跑来堵在家门口说要访问，我们动都动不了。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回事呢？你看就知道了，莫名其妙。哎，袁叔啊，你怎么会有黑眼圈呢、啊？被打了，小敏啊，你别乱讲话。我昨天生病发高烧，是袁叔照顾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呢。一整个晚上都没睡。
谢谢你爷爷的照顾。应该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的事情跟小明说一下啊？什么是啊，袁叔？小敏啊，以后不可以叫他袁叔，要叫爸爸。爸爸。小敏，小敏，小敏，你在发什么呆啊？没有啊。袁叔呢？他去厨房忙啦。不，妈，我还应该继续叫袁叔袁叔吗？啊？你不叫他袁叔，你要叫他什么？可是他昨天不是照顾你一整晚吗？是啊。那难道你们没有那个吗？没有哪个？就是发生那种超友谊的关系啊！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啊？你可不可以不要每天满脑子就是那些肮脏的思想啊？我跟你袁叔是清清白白的，那所以我还是可以继续叫他袁叔了。是啊，那就好。哎，对了，那恩恩现在还好吗？我也不知道哎。可是她说她根本就没有跟她男朋友去什么宾馆呐、而且她男朋友摸她的肚子，也根本就是因为她只肚子痛而已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怀孕嘛。这些杂志真是会乱写，捕风捉影，乱七八糟。文静，你会不会担心计划部只留一个人的事啊？当然会啊，如果是你留下来我会替你高兴，可是我替自己难过。哎，如果我留下来的话我会替你难过。哎，好麻烦啊。哎呦，你不用担心啦，我看哦，到时候留下来的一定是你，每次你写企划案都有很特别的想法，而且董事长跟协理都那么喜欢你，他们一定会罩着你的。我看哦，到时候留下来一定是你哦。我觉得不一定，像你啊，头脑好，学历好，英文又好，而且啊，够了，我们先说好哦，不管到时候啊是谁留下来，我们都要一样，感情很好，好不好？嗯。哎，对了，那个女性购买休旅车的案子，你写的怎么样啊？哦，差不多啦，今天晚上再加个夜班，明天交出去应该没问题。哦，嗯，借我看一下。嗯。怎样？还好吧？啊，很好啊。吃饭吧。嗯。哎，等一下，有空去见我一下。我可以以我的名誉发誓，被拍照的当天，我跟陈小姐并没有进入该家宾馆，更没有陈小姐已经怀孕的事实。所以这报道完全是未经证实而臆测杜撰。第二，我跟陈小姐是在交往之中，我们之间的感情绝对没有任何利益交换的成分存在，所以杂志所述的并非事实。第三，我跟陈小姐是正大光明的交往，所以欢迎大家正大光明的拍照，这次的行为我可以不追究。以后如果再有偏离事实的报道，我一定采取法律途径追究到底。谢谢大家。Thank you.
位就是我女朋友陈恩小姐，希望以后各位不要再滥用媒体影响我们的感情，我非常爱她。对不起，这件事完全因为我的关心才会连累你，你愿意原谅我吗？我快打完了，没关系了，这个案子对我们两个又那么重要，你慢慢的。嗯，真羡慕你打字速度那么快，如果可以跟你一样快的话，下午早就打完了。快有什么用啊，内容不好也是白搭啊，我还担心明天早上被董事长骂呢。唉，我看哦，留在企划部的人一定是你哦。哎呦，你就不要那么瞎担心啦，而且我们不是说好无论是谁留下来我们的感情都不会被破坏吗？对啊。耶，打完了。小应，谢谢你陪我加班，我请你吃宵夜。嗯，好啊。那我先去上个洗手间，你等我一下啊。以及公司的各位长官，不好，董事长以及公司的各位先进，我叫做林文静，我今天企划案的主题是，哇，这样豆腐好好吃哦，你在哪里买的？你要记得跟我讲哦，下次啊，我叫小米带我去买。哎呦，我今天有看到现场直播，好羡慕哦，他居然公开对你示爱哎。对啊，其实我还蛮感动的。而且我看到电视哦，超惊讶的，没想到对我这么好。除了出事之后勇于负责之外呢，处理事情又明快，而且他也跟我说对不起了。是哦，很好哦。哎，所以你一点都不觉得被偷拍其实是不好的哈？偷拍那也不好啊，可是至少可以证明小明对我是真心的。哎，小明他们都在楼下，你过来瞧你干嘛？哦，没有啊。就是我那个针对女性买休旅车的企划案很挑脚，所以我现在整理一下。好，我陪你看。我除了是女性之外呢，我还有车，快，我给你借。好啊，好啊。
我称赞小敏漂亮，他还跟我生气。如果吼他因为你称赞他漂亮就觉得很开心的话，他就不叫范小敏了，赶快弄一弄，准备打烊了，我累死了。哎，二哥来了，好久不见了，来三杯咖啡吧。可是我们已经打烊了。妈的，说什么？三杯咖啡嘛，马上好。喂，那个小五最近有什么状况？应该还好吧，我看一看。哎，远叔。你怎么接我电话？哎，我是想讨论一下。我正在跟我讲什么？你们看杂志，三流女模特倒贴加沙食品招生，换取加沙冰淇淋广告机会。该说的肖冰，你对媒体说过，你没有看电视也要看报纸吧？这无关涂肖冰说了什么，重点是你要谈恋爱 ，OK？ 你小心点嘛。怎么小心啊？我就肚子痛，下车站一下而已啊。可是记者并不是这样想，你知道我昨天到今天接多少电话？你可不要接啊。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了，好不好？难道你认为杂志上这样写对你有好处吗？张宝生，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我被请成三流模特人吗？因为我的经纪人是你，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三流模特人，你懂吗？我看还是趁现在我有点知名度的时候，你好好帮我拓展事业吧。等一下，你连叫我一声都不愿意了。二哥，有什么事？建宇，你躲着我没关系，可是你知道你爸对你有多好吗？昨天我还看他坐在附近一个人流泪，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看过他流眼泪？他要二哥。我未死的时候，我流多少人？难道你没有看到吗？建宇，你要恨，不要恨错人了。当年是我叫大哥带你先走的。伟伟的死，你要怪就怪我。二哥在这边跟你道歉，可以了吧？只要你原谅大哥。要我怎样都可以。对不起，我不能再看到大哥这么痛苦。二哥，这真的不关你的事，真的不关你的事。建宇，那小五就这么走了。也太没礼貌了吧！怎么会这样啊？喂，你在看什么？赶快打电话给小敏告状啊！这样子，他在小敏心目中的白马王的形象就会破灭了哦。对对对。哎，李小姐，帮我买单好不好？谢谢。哦，买单，稍等啊。喂，王阿辉啊，干嘛？小敏，跟你讲，很可怕的事。小五真的很糟糕哎。什么？二哥叫小五下跪？你们现在哪？我们
现在在小五的游艇场外面啊。哎，那小五真的很不懂事哎。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我跟英伟刚好在这附近散步。你跟英伟去海边散步？那你们还待在那里干嘛？赶紧把二哥扶起来，然后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要教你。好，拜拜。是白痴吗？这样子的话，小女不就知道我们在盯着小五了？海边散步，他们不是 gay 吧？哎，我在想在干嘛？现在应该想的是，对了，二哥为什么要向小五下跪啊？哎，小姐，我们要买单耶！啊，不好意思。只要在车子的外形上与内部有一些体贴女性的设计，然后呢再搭配我们的优惠贷款的促销方案，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女性的消费者前来购买的。谢谢。下一位林文静。各位午安，我今天的报告是参考了英国跟法国的销售资料，研究出一些可能提升东方女性购买休旅车的计划。请各位等一下，我开个简报给大家看。打的计划案呢？花园里一片漆黑，没有人在乎谁。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阿里不醉不归，谁又在乎过谁？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只盼有人疗伤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对，只有怀孕后的疲累。只盼望这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